宝岛报道，我来报告。我是报告人接文吉。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它在科技圈里面可以说掀起了一个惊天巨浪。台湾的科技办公室也反应很快，说要推出台湾版本了。那么很多专家认为有难度。有网友他就跟这个 ChatGPT 他就对话，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台湾也要搞这个台湾版本的 ChatGPT， 你怎么看？那么 ChatGPT 他就立刻回答了，他说，作为一个人工智慧语言模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当然，这需要考虑到开发这样的系统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源。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是在跟一个人直接的互动？当时微软是投入了$100亿，而且大概已经差不多花了7-8年时间才最后研制出这一套那么轰动武林影响世界极大的这份新的聊天软体。科技业只要投入这一场这个新的软体人工智慧的大战的话，我觉得这个客观的实力非常重要。那不管在硬体、软体、人才那么还有资金链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以台湾目前的，我觉得不管是各方面的条件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所以我并不是很看好台湾这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接不接受，那是不是有自己的市场？台湾的很多科技产业相关产业，事实上也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可是台湾欠缺什么？台湾欠缺的是一个广大的市场。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以庞大的市场来讲的话，那么应该如果有这个决心去发展这一类的软体，去抗衡美国已经领先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里面的聊天软体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的。那台湾的话，到底是市场的问题比较小，缺乏一个能够加以发展的一个母体的市场。我认为最后会成功会胜出的还是像百度、像微信第一个现成人才丰富，第二个实战经验丰富，第三个资本密集、资本充裕，第四个有广大的既有市场的这样子规模的公司才会成功。民进党不会对台湾任何的产业，尤其像这样子的高端产，他不会提出任何有具体建设性的意见。他只要不要把台湾的 AI 产业继续把它削弱，继续把它刨根就不错了。尤其在现在蔡英文政府的主政之下，那是缘木求鱼，他不把台湾的产业送给美国做礼物就不错了，他不会对台湾的产业，尤其这个 AI 产业有任何具体的作为的，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这个心。